所谓根上生灵作工，就是指人明白神仙时的心意，而且能够按着神仙时所要求的去做，能够顺服跟随今天的神。按着神最新的说话去进入，这才是跟上生灵做工的人，也是在生灵流中的人，也是在生灵流中的人，生灵流中的人。这样的人不仅能蒙神的称许，能看见神，能看见神，而且能从神最新做工中认识神的心情，从最新的做工中认识人的观念背逆，认识人的本性及实质，而且能在侍奉之中逐步得着心情的变化，这样的人才是能够得着神的人，才是真正找着真道的。最新做工有认识，不是容易的事，不是容易的事，人能够存心顺服神的做工，存心寻求神的做工，就能有机会看见神，有机会得着圣灵的最新引导，那些存心抵挡神做工的人都不能获得圣灵的开启，不能获得神的引导。所以说人是否能获得神的最新做工，在乎神的恩待，也在乎人的追求，在乎人的存心，也在乎人的追求，在乎人的存心。